转弯的时候要五人同时操作，需要一名驾驶员，两名转向操作员，这三人分别操作车体的前中后三种轮胎转向，还有一名观察员，一名指挥员，我们用对讲机讲话协同配合。像这样123米长的大叶片，我们转弯半径要尽量控制在71米以上，平时小汽车转弯10秒钟，我们需要10分钟。